that feel so lonely.对不起，我在这边等了好久。那个今天这个忙一定要请你帮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在这边等了好久。不好意思，我赶着去开会，下回再来啊，下回再来。议员，不，议员，你帮帮忙好不好？是是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花姐，不好意思，真的不好意思拖了你这么久。过几天啦，过几天我就可以领到薪水，我到时候就把房租转给你。请你再通融一次，最近家里真的有困难。好，谢谢谢谢，真的谢谢你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你吃过晚餐了吗？吃过了。爸，你回来了。应该快了吧？爸要搞什么时候？该放弃了。你就多花一点心思去想一想，你最后要念哪一所学校啊？其他的东西，别想。 OK。
请问议员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去大陆？你放心，我保证让你呀，舒舒服服、安安全全的啊！我都送出去那么多人了，你又不是不晓得，来就不。我呀，只是小心，再小心。我看，我干脆从今天就开始去你家住好了。 一来可以分担大家的风险跟压力，二来也可以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意外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创业的时候我还调过资金给你哦，你是怕我出卖你？<笑>你不会出卖我，我只是多买个保险而已。现在是一个人人狗仔的年代，随便被拍到一张照片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未来。 连议员的未来也不例外。你看，现在外头那些疯狗到处在找我，与其在外头被拍到，还不如在你家被拍到，这样我也有个伴。你放心了，我不想被抓到，你也不想让人家知道我在你这儿。 这个方法是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，赶快把我弄出去，大家都没事。<笑>好，好，好，你这个方法好，天才，啊！<笑>来，你茶带酒，谢谢。 辛苦了哈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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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哥，会会会会，一定一定一定。够了，卖烦恼了啊！哎，空气啊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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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邱队长，多谢你啦，这回哦，加在有你的支持。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已经不是厂长了，以后就叫我阿阳就好了。好了，你莫咧讲哦。 你永远哦都是阮上尊敬的邱长，多谢多谢，谢谢。啊，这些送你。哎呀，你这用破费了你。没有啦，这是我们一点小心意啦，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就收下吧。好，丢了丢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而且这次要不是厂长哦帮我们团结在一起，我们这群做工的人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也别这么说了，其实我也没帮上什么忙。哎呦，厂长你妈的讲呢，咱头家起码是走路呢，我们现在就像是一盘散沙的灾宝啊，政府嘛是赶快。 都听不见我们的声音啊！只有厂长哦，对我们不离不弃啊，对不？对。而且啊，我真的不敢想象，要是没有厂长，我们自救会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起码下面拢无诶，我只要你们大家，所以啊，拜托一下哈，一定要相信我们厂长哦，厂长一定会带我们拼下去，对不对？对。请大家放心啊，我一定会带着大家继续的抗争下去，绝对不会让我们厂里的人就这样子一下子散掉了，好不好？ 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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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该斗争到底的。好了，啊，赶快，赶快，贴个电话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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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找一天我们在你家附近喝杯咖啡聊聊好吗？那你再让我想一想好吗？谢谢哈，真的不好意思，谢谢。Very well, they ain't gonna hold you down. So I'm out here on my lonely getting money.
我喜欢你，告诉我，你也喜欢我。我靠，一定要这样吗？女生最受不了这种直接的冲击了，洪婉清也是一样的啊。你就照我说的做，再亲下去，我就给你马子。不敢啦，你是耐米胆，你都练习这么多次哎，就是今天了，好不好？而且再过几个月就要毕业了，你现在不讲什么时候讲？你再让我想一下。你是要酝酿多久？你平常讲话不是很猛，还是你要等他跟你告白？也不错哎。从朋友开始，然后慢慢产生感情，他很自然的喜欢我，蛮好的啊。你最好啦，等他跟你告白，下辈子。嗨。嗨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？你最近怎么常常翘课去练舞？学测不是要到了吗？我不打算升学啦，我要去大陆练习生的节目。如果有舞团收我的话，这样我就可以继续跳舞啦。舞团的话，不是应该去欧美之类的国家吗？我英文又不好。我教你啊。算了啦，我又没有语言天分，还是去大陆比较快。去大陆很好，真的很好。那你呢？你成绩那么好，想要申请哪所学校啊？台大、清交。你去大陆参加练习生之后，你还要回来吗？哦。如果大陆的舞团收我的话，应该就不回来了吧。拜拜。哎，议员，嘿，对不起啊，今天又来了，这个就是麻烦你，请你那个事情帮帮忙。好好好，我意思我在帮啊。是。哎呀，但是我觉得我一个人力量或许还不够啊，你最好再去多找几个民意代表，大家人多好办事。会，我等一下会找其他的代表。但是议员，你是最熟悉我们这个业界的，所以这个忙一定要请你帮我们把那个何茂生给找出来，拜托拜托。好，我再想办法看看，好不好？别那么心急嘛，你的事情我一直有在关注你啊。谢。哎呀，这时间也不早，辛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，好不好？好，回去休息啊。那我这样好了，我明天再过来看看，还能做一些什么事情，好不好？我就跟你讲，别那么心急了嘛，有好消息我就联络你啊，电话有留了呗？有，上次来的时候就留过。那就好了，等我的好消息啊，别想那么多啊，回去休息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那议员辛苦你了。哎，不会，来就补啊。OK， 那我明天再来。哎，好，慢走。哎，嘿，哎，以后有这种麻烦来，你随便找个理由就给他打发掉，好不好？不要再让我见到他嘛，是烦死人了，好像我是他的助理一样。快摆好，就叫你爸吃饭了。高分分事件长达8个月之久，董事长何茂生交保之后卷款潜逃，
留下无助员工在原地抗议，这几天已经跟警方发生多次冲突。记者实地了解发现，龙腾没有帮员工缴交退休金，也没有付给他们资遣费，这些资深员工一夕之间生活陷入困顿，我们政府何时可以听见他们声音呢？爸，吃饭。爸，嗯，吃饭了。哦。该吃饭了啊。啊，吃饭啊。嗯。我想跟你们讨论一件事。最近有很多同学啊，都请校长写推荐信要念大陆的学校，你们有什么看法？你想去念啊？还没决定啦。我只是觉得，现在的市场好像在大陆。等贸易战结束后，如果一带一路真的实现的话，那边的环境应该会更不一样。我有听学长姐他们说，现在台湾的薪资条件都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所以他们都打算过去漂一漂。如果我也要去漂的话，是不是大学就先过去会比较好？那到大陆去念书一年要花多少钱啊？钱的部分不用担心啊，我的成绩有奖学金啊。申请到奖学金后再找一个打工，每个城市也有不同的补助啊，省吃俭用一点应该是可以的，大不了每天少吃一餐，我年轻我 OK 啦。哎呦，学生的本分是什么？就是把书念好。你去打什么工赚什么钱？难道你想要一辈子都待在那边吗？这样子，我们一年可以见几次面呢？不过你会回来。你现在一天到晚就想要往外跑，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未来？如果你到那边去发展没有如你预期那个样子，那怎么办？你这样子是不是到头来两边都弄空啊？现在的状况就这样啊，
你要说什么你就说啊，要不然就给我闭嘴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靠自己吧。有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想别的解决办法，不然只会被这个社会淘汰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说我们自救会啊？我没有这个意思啊，我也没有资格讲自救会啊。如果爸想知道我的看法，好，你说。我觉得人要懂得变通吧，抗争改不了现况，就想别的计划。妈每天都在烦恼家里的开销，挖东墙补西墙的，还跟阿姨阿妈借钱，你都不知道吗？眼下都有问题了，哪有时间想未来啊？你现在说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翅膀硬了是吧？你现在想要做什么都可以啊。好了，别再吵了。是我要去大陆念书，也没要你的钱，你那么生气干嘛？以后如果我有赚钱的话，我也可以贴补家里啊。我的事我可以自己解决，更不会麻烦到你。你少跟我啰嗦。总之我不答应。龙腾自救会员工现在没了工作，也无处可去。希望政府可以伸出援手，帮他们解决问题，找到出路。切，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江哎，又不是观世音渡海，你们这些，立马帮帮忙。坐了坐，一块吃。哎，谢谢。哎呀，小宝贝啊。吃饭的时候就别听音乐了啊！我给你介绍个人，他是爸爸的朋友，会在这里住几天，很快就走了啊。叔叔好。你好。你女儿长得真漂亮。哎，练武很辛苦的，多吃一点才有体力去大陆把冠军拿回来啊。老朋友，跟你说过很多次，我要自己夹。啊，自己夹自己夹。你女儿要去大陆啊？对呀，她要去对岸啊，参加一个选秀节目。你看他长得这么标致，来就补了。要去大陆发展，你舍得你的小宝贝离开你那么久？现在状况啊，外面的舞台比较大，舍不得也没有办法呀，是不是？总是要让年轻人出去闯闯看呗，否则啊，像他这样只会跳舞的人，早就饿死了。嗯。多吃一点就不会饿死啊！我如果要自己夹，你今天找议员谈的怎么样啊？啊，很好，你别担心了。如果很好啊，你刚在吃饭的时候就不会发那么大脾气。你啊，就听我一句，一家人啊，有什么事情好商量啊？我们不要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跟孩子伤了和气，划不来的。我知道，别担心啊。大哥，可以把那块布给我吗？好，这个，好了，谢谢。老板好。嘿，老板好。老板好，老板好。淑芬姐，你怎么脸色看起来怪怪的？没什么。对了，苏涵，上次我请你帮忙在网络上帮我po履历，有消息吗？
只有几个帮佣的工作是重点的，而且薪水不高。还是你有别的专长，我可以帮你看看其他的工作。平常我都只待在家里，除了洗衣做菜，其他的我真的什么都不懂。没关系啦，网络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，我再帮你找看看。嘿嘿，对对对，我跟你讲哦，时间要留给我哈，这几天呢我会带个人过来，一切老规矩啊。好，就这么办啊。 OK OK， 恭喜啊，你的事情来就不了啊。过两天我就带你去弄顶假发，然后拍个照片，等护照来了就可以走了。嗯，是呀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等一下我要回服务处，有一些记者要来做联访，你呀乖乖待在家里，别乱跑。最近那些自救会的人哪都消笑哎啊！安呐，那些疯狗怎么会那么聪明？怎么想得到我会住在你这边？哎，还是小心点呐 啊！哎，嘿，啊，你怎么来了啊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打扰你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对，今天有点事情要跟你说一下。是是，关于我们那个自救会的事情。哎，这个哦，对了，我还带了一些东西来，这个事情要花点时间。来，我到里面来跟你们说。杰阳啊，我跟你讲，杰阳，我等一下要回服务处，我真的没有办法陪你。我知道啊，不是议员，是这样的，这个我知道会耽误你一点时间，哎，但是不会太久，我保证，帮忙好不好？好好好，那就坐下来说吧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坐。好。哎，等一下呀，有记者要联访我，所以呢，长话短说，好不好？是，其实是这样子的，那个，我想请议员是不是能够再帮我们找一下那个何茂生？我觉得他好像应该没有出境吧。他还没出境啊？不太可能吧。不，现在看得这么紧，要出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，而且我总觉得他应该就躲在我们附近啊。哎，你真的太会胡思乱想了，我跟你讲，这样搞久会有忧郁症的。你要是觉得你胸口郁卒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教你一招啊，你就深呼吸啊，吐气，深呼吸，然后吐气，就会好很多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那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请议员帮我们再找找他。那个，其实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要跟你商量一下。好好好，你说。是这样子的，我知道议员你这个在业界的朋友多，那自己也有一些工厂。那我是在想，是不是能够请议员帮我找一些工作。你要找工作？还就不，你在业界这么有名呢、啊。找工作帮我身上啊，没问题。不，议员你误会了，不是帮我找工作，是帮我们那些工厂的厂工找工作。因为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我怕他们连生活上面都有很大的问题，所以这个忙一定要请议员你帮忙。我知道一直来找你真的很不好意思。不过现在这种景气，一下子要找这么多人的工作恐怕有点困难。是是是，我知道，但不用，就只要就是有多少就找多少，好吗？嗯，议员，这个忙你一定要帮，拜托拜托。好，我帮。这样子，我跟你讲啊，来，我给你几张名片，啊，都是我的朋友，他们呢在社会上都有头有脸的。是，你打电话去问他们，我相信呢他们会卖我面子的。啊，打电话去试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谢谢议员，谢谢你啊。老板，怎么样？消息是真的。干！饲鸟饲家暴的，妈的！现在这种状况，居然给我走！
好，先去外面放话，说杰阳在工厂的时候做假账，亏公公款。最近订单少很多，公司状况不乐观。我想这应该只是暂时吧，过一阵子应该会好的。可是我听说越南工厂那边在挖你啊。听说越南那边花了三倍的钱来挖你，你都不去。消息都传开了，都说你是傻逼啊。不过这一点，请你千万放心，我从来没打算要离开这里。我一直相信，只要我们团结下去的话，这个难关我们可以一起度过的。你儿子不是上高三了吗？啊，补习什么都要花钱的。来，这个拿去。啊不不不，那么哪有拿这个钱我不能收？还拿着？不不，这真的不合规矩啊。杰阳，老板给你红包给你钱，哪有什么规矩不规矩？拿着，不不不，真的不能收。不，这样好了，等到我们公司上轨道以后，再帮大家多发点奖金，啊。谢，我们一起打拼。当然当然，你放心好了。其实我们后面那些计划是要很长的，没有问题的。这样顶嘴，你爸都不生气啊？这些话确实不好听啊，但我相信我爸能够理解我的想法。哎呦，没想到爱情耐米胆，办正事的时候还挺有魄力的。其实我还蛮羡慕你跟婉清的，都可以去大陆闯一闯。像我这种没有什么特殊能力的，好像只能够留在台湾。不然，你大学毕业后过来找我，我们一起找工作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混在一起。算了算了，人各有命啊。对，所以你跟婉清告白了吗？哇靠，你太狂了吧！你还没确认婉清的心意，你就跟你爸翻脸？哎，你会不会追到大陆去，然后发现只是你一厢情愿？他不喜欢你，肯定吐血。我去大陆又不是完全为了他，爱就是要付出啊，那么多计较啊。是这样说没错啦。可是如果你到时候看到婉清跟阿拉爱上了，哎，你真的哭哭了，哎，哎，我先说哦，海峡两岸这么远，我游不过去，帮不了你了，自己看着办。上次不是问我大学要申请哪一间吗？嗯，我想申请大陆的学校。我觉得啊，去大陆发展是一种趋势，以后这个趋势它只会更明显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先早一点先去熟悉环境。你要参加的练习生节目是在北京还是上海？想说先知道一下，才能决定要申请哪一间学校。
想说，如果我们都去大陆的话，说不定可以住近一点，能有个照应。我是怕你一个人会孤单。北京还上海啦！告诉你，跟我说一下啦！不要！哎呦，快点啦！丢掉了。华姐，家里实在是有些状况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来，我们先上楼再说。干嘛上去？怕人家知道你整我？你故意的嘛！每次都要我来到这里才能够收到钱。华姐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还有些钱，我先给你啊。不足的部分，拜托你再给我一些时间。这点钱，对啦，再给你一点时间，我时间都让你消耗嘛。帮帮忙啦，不要这样子。当初看你们家也是单纯的啊，那老公干到厂长也不差，他怎么没过几年变这样？淑芬姐，嗯，老板说找你，找我，嗯，哦，谢谢。老板，你找我？啊，进来，这边坐。找我有事吗？淑芬，你最近是不是想换工作？你怎么知道？之前听舒涵在说，是在这边工作遇到什么问题，还是我哪里不好？完全没有问题，老板你对我很好，我知道的。只是家里最近遇到了困难，需要用到钱，所以我了解。今天叫你来就是跟这事情有关系。我认识一位从新加坡来的企业主管，那他一家人在台湾一起生活，想要找能干又贴心的华人管家，薪水很优渥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想我可以帮忙介绍一下。真的吗？那这样太好了，谢谢老板，我真的非常需要这个工作，真的麻烦你多帮忙。其实你刚来的时候，我就对你很欣赏了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有机会能跟你 close 一点，不知道该有多好。
你不要误会，我对你没有什么非分之想，真的。我只是单纯想要照顾你而已，没有别的。我已经结婚了。没关系，我不在意啊。婚姻只是一种形式，我想照顾你也是一种形式，这两种形式没有抵触的。你不要多想，把简单的事情复杂了。我找人关心了一下你家的状况，你老公在搞社会运动，然后儿子准备上大学，这些都很花钱的。给我个机会让我帮你，我想要你每天开开心心的。你找人调查我？我只是单纯想要跟你更 close 一点，我想要看到你快乐的样子，给我个机会帮你，好吗？我听到消息，听讲外来那边的工厂要来乌咱的厂长。对啊，我们这样的自救会师马上就要上了。哎，那棒！安娜，安娜，安娜，安娜！哎，听讲杰阳厂长要去越南做工作，那我们自救会怎么办？你搞点屁啊！啊，今麦怎样？你们还不了解厂长的为人吗？啊，他以前是多照顾我们啊！你都没记啊？啊，我跟您讲啦，去年就不去了啦。今年更不可能啦，哦，安啦，别烦恼啦，了解啦，哦，啊，吃那个宵夜啊，去无闲啦，去。哎，不用去看了。是我忘了缴电费，我明天去缴。嗯。啊。我知道你没有办法理解你爸的做法，但是如果我们连精神上都没有办法支持他的话，他会很寂寞的。你爸他不想你去大陆念书，还不是因为他舍不得你啊？虽然他没有说出口，难道你就不知道他有多爱你吗？但是如果你真的决定要去念书，我相信你爸一定会是那个最支持你的那个人，知道吗？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彭议员，请问您对这次龙腾自救会采用激进的手段冲撞政府有什么看法？是，我是觉得像何茂生这种人的行为啊，实在是太恶劣了。政府有关单位的官员们就应该踹供。怎么可以让这种人渣这么为所欲为呢？他甚至已经把工厂的设备卖掉来套现。更好笑的是，政府还让这个人给跑了。那请问一下，现在这些工人该怎么办？
那身为民意代表，您会采用什么样的手法来帮助他们呢？哦，那当然有。现在啊，婉君都已经骂翻了。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发生的时候，政府就毫无作为。那我请问一下，这些工人的退休金跟资遣费该怎么办？搞得无解了嘛？难道就让他们去领六个月的失业救济金就罢了？是不是真的做的不对？难道台湾的劳工就不是人？台湾的劳工命就比较贱？哎呦，你就不要在意我刚刚讲的那些话嘛！啊，有些表面功夫的事情，我也是要做好啊。选举要到了耶，而且我选的是连任呐、啊。我也很想照顾大家呀，可我要是有能力照顾大家的话，我还用得着跑路吗？现在世道景气就是这么不好嘛，难道我垮了，他们就会发财吗？你为什么不让我好好有个机会？我出去再找机会，找到机会再回来救大家嘛？难道大家要一起死吗？好，你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，不要生气，我都了解。不过现在这个景气就是这样子啊，一定要先把自己给顾好嘛。我会说这些话，也是因为要把我自己的选举顾好，为了我自己才行啊。你说是不是？就别气了嘛，啊。你不会出卖我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在你家被抓的话，你也跑不掉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别胡思乱想好不好？在我家先休息几天，你看人家家法也搞定了。一会儿我们再研究一下，看是不是要去做个微整形。等新护照拿到手了，你就可以坐飞机去对岸，找机会东山再起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更何况我们是生命共同体呀、啊。来就补了啊！另外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越南那边他们有没有缺一些厂工啊？如果说可以的话，我过去的时候可不可以带一些员工过去？这样子对我们将来工作那些效率呢，会提高很多很多的。哦，了解。据我所知啊，越南的厂工这个市场已经饱和了，可能机会不是很大。好，林先生，没关系，还有一些时间嘛，你再考虑一下。好，你也知道的，台湾人现在在国际市场没什么优势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慎重考虑哦。好，我们再联络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妈说的对，这次我爸有难了，就算和我的想法不一样，我都应该支持他。申请上大陆的学校后，我应该会休学一两年，然后在台湾找个工作赚点钱支持我爸。其实是不是可以乐观一点？只要把那个奸商揪出来了，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这样说没错，但大家都找不到他、啊。你有肉搜过他吗？我在 PTT 还有 Facebook 都肉搜过他一阵子，到现在都没有消息。你看，他应该是出国了。今天这么早，我没准备什么啊，我们就随便煮个面吃了。你怎么了？淑芬，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
知道你很辛苦，不要想太多。如果决定跟大家站在一起，那就得坚持下去。最起码我们一家人还在一起，有房子住，也有饭吃。那天飞颖跟我说他想要到大陆去念书，后来我想一想也觉得蛮有道理的，只是我现在真的没有能力帮他。孩子有他自己的办法，就由他去吧，我也会好好想办法的。你就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，好，你还得顾自救会的人哦。其实让他出去闯闯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，只是我真的很担心，要是真的结果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个样子，他到时候想要再回到台湾来就怕是没有退路了。这些事情我不懂，有机会啊你们俩父子就好好的谈一谈，知道吗？现在在国际市场没什么优势啊，只有厂长对我们不离不弃啊。我应该会休学一两年，厂长一定会带我们拼下去。你上次说的那个事情，你骗我吧？当然，我会接受上次说的工作，就算没有被选上，也会帮你找到好的工作位置。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我好开心，你开心吗？你身上真的好香。不可以在这里。不好意思，我会另外安排浪漫的地方。你觉得这样？Thank you.
白痴啊！哎哎，等一下，我的这么小，哎，不要这么低啊！哎，为什么我？李先生，越南工厂的事情，你决定了吗？结果你爸怎么说啊？我爸一大早就出门了，根本没机会给他看照片，打给他也没人接。我爸是不可能会收留那种人的，可是他们真的长得好像，而且那个叔叔今天就要离开了。如果真的是他的话，怎么办呢？妈的，你弄我！操！看我不弄死你！喂，是我。操，我被弄了，赶快来接我。
你来了，我谢谢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放轻松一点。喜欢吗？我特别找的，放轻松嘛。你好香啊！你知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你好有气质，好有魅力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，我会好好的，温柔的，相信我，好吗？别这样嘛！没关系，你相信我会很温柔的。对不起哈，今天我是要来这边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抗争下去了。禁忌道德的线很难跨越，但是要我们一起，不然你要工作还是钱，我都可以给你，我可以安排的嘛。老板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。我们走。我说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嘛。那你现在是怎样？你耍我是不是啊？啊？你相信我，来，不要，没问题，没问题的，不要，来，哇，你好伤，来，让我们一起跨越那条线，不要，放开我，相信我，好不好？放开我，
照你说的，我大叫他的名字，如果他回头，他就是何茂生，对吗？对啦，如果你在街上随便叫一个路人，他都马会回头。相反的，如果他是何茂生，他就不会回头，因为他心虚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赶快叫就对了。何茂生，怎么样？是不是？好像不是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已经警告过你了，你还不安呢？不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老婆离开我了，头家嘛走了啊，工课嘛无啊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现在想不到，连你都要背叛我是不是？不是像你想的那个样子。我这么做真的是有我的苦衷啊。干，你给我讲起。你有苦衷，我就没有苦衷吗？是谁说要跟我们一起讨回公道的啊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去越南工作？啊，下面又怎样？我还是很相信你，我很相信你。越南厂子的事情，再让我想一想好吗？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的痛苦。你有老婆，有家人，我呢？我呢？你，老祖，跟你们署长好好聊聊，叫他这辈子啊不要想升官了。上个月有名诚信男子困在山上半个月，被救出来之后，他居然抱怨我说养乐多虑，这也让我们养乐多虑会变胖吧？不管我，那你要加珍珠吗？好啊。广电总局担心青少年课业学习受到影响，今天特地颁布了禁选令。今开始，全国的卫星和网络选秀节目将停止播出。消息一出，让不少两岸三地想要追逐星梦的年轻人感到反弹，制作公司也损失惨重。后续将有相关的报道。先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郭夏雨。淑芬，淑芬，啊，
淑芬，坚持点。医院，医院，快，快！啊，淑芬，你坚持点，你坚持点，淑芬。前面靠边停一下。好的。开车。好的。
Oh.